Hello，大家好，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五场捐赠吧。最近大家投稿捐赠的质量不是特别好，所以的话近期应该来说不会出的特别频繁吧。这一期的话是攒了五局菜刀，大家随便看一看啊。由秋叶之季美、酷志、赵云不是赵云啊，乐寒离啊，还有流年已逝以及咪普啊提供的素材，这里比较十分的感谢。那么主要的话，就挨个看一看呗。第一局啊，主视角一个。那我们是一个八号位的大忠臣啊。那么这里八号位忠臣呢，其实还是不错的啊，防御能力可以。那么再选上这种话无距离限制的大菜刀，应该来说啊，收割仙啊道或者玄压变，制啊，都会比较俗轻松一人点。安那么得场上的话，主攻贝贝，天起手庭就扔道了一张微杀，妙这个招，好歹盲狙长一下期啊，盲狙一下。可以转那么危左慈为这边的安，话，直接往救下家亡路，应该来说啊，灵跳中，但是可能啊更加内奸点一点，貂蝉直接被仙控了一道下。玄妙，俗人安得 那其么法？貂蝉的话，锦衣相卦气没有大动作，曹仁看一看这边决斗扫左慈啊。那么整体反贼除了个死而复左慈生，而言的话，这边啊生可能就生打起来死稍微死。困难了。坚守毕此竟地，啊，这个属于不一退个万步，核心坚的防如御燕，啊，核心的还防御。给于那无么可以悔。看到这一局开局的话，其实整体反贼的阵容已然给我们展示了一下，非常不错啊，非常不错。曹仁也好，刘封也好，都是属于啊这个恶心流啊。那边的话，徐盛这边啊又是跳反。当然，这一局感到无最忧恶心何的，无在？异于应该来说啊是内奸会被恶心到，对吧？这场怎么控？不好控啊！有曹仁，有刘封，自己攒装备都攒不了。那主视角的话，这以边啊德没有服去人，动先啊。以德最还后人，呢，我们位置非常好，天主庭攻呢道，这一微局应该妙不是招，一个突破口。成那么一这样的劫，话，基以本就德是为从两媒，侧，哎，救亡从羊我们羔，主终中的身两死，侧开始突击。那当然啊，曹仁这先个时候的道话，玄应该妙，来说出来可以控一张加一两王啊，结盟，你以德或服者人，啊，这里的话可能生命控香香的距休离想更好施一点。舍成人不过生，呢，也有刘却封是在那边，所以的生话，命之者，这边如曹仁啊，看他怎劫么挪。匪轻也，加一给了皆自我己，敌锐，其实我毁觉于得无啊，形。他这里加一应该给貂蝉更好一点。虽然有的时候无懈很重要，但这里加一寡给守貂未蝉的定，话，至少无奇志。这一轮对吧？刘封在现四一下，至少没人能打到你们貂蝉了。你貂蝉成为一个脆皮，很有可能成为一个突天破意口难啊！违，而且在这种翻面的此状态生下不呢，变。曹仁啊，刚才这一个加一挪的有点问题。好，香香的话杀起徐盛一刀，主视我角王呢，安现在得关其键帝是没王有招？距离啊，对吧？你这个虎啸也打不出效果来。那么这一下哈，决斗骚一下，最后的话是续了一以张万先剑以啊，德因为这服个时候人，万剑难带出来为整己体也。优势也不天算庭特别道，大。微妙者，左成一慈甘劫，露，哎转呦，那么为这一把我安，们可以看到，其救实，亡失忆，主中仙跟道反玄贼之妙，间啊互相牵制俗了，对人吧？刘安封和得其曹仁天同庭时控道，装备，但守是左慈又天化身了甘露，道这地就见恶心了啊，天这就地恶心刮了。目相可能那连，边换着曹仁挪着，甘露换着，这样的话彼死啊，此消彼长。那边杀一刀香香没能带下来，那么主视角这个时候果核拆桥。最后的话，万箭齐发，可惜啊，这个手牌，有点小尴尬哈，有点小尴尬。还好这一个万箭没能觉以醒，那么我德们这样服的话，人，虎啸还继续保留天在这儿。庭道微妙者，成那边一的话，劫，左慈可他以转换上了大危师，为一安，刀菊花抱救起来，亡曹仁死啊，存矣。桃子乃起，最后乃埋，你这个救不动了吧？哎，还有一桃哈，好吧，这个有点溜了哈，有点溜。那么主视角这里的话，直接天出道杀玄没妙，有太大问题。俗貂蝉人呢，安没得人其可以法？偷啊。曹天仁，地轻也，以挫敌锐，贤人于不义，愧敌于无形。所以这一局感觉啊，整知体彼者反贼我方面呢，传，还是至于选择的突破口啊，出了玄点定，问题，双对剑吧？搭左桥，慈当然啊，斩一齐开始那眉。个，他是一开始挂的是什么技能来着？不会一开始就挂的那个，极致啊，开始挂的极致并没有甘露啊，所以的话这也不知道。那么打到这个阶段啊，反仙贼啊剑基眉，本是崩了。那么主你视角摸最到一轻张舞，红，主视角整体这一局也够飞的啊，一直天红牌不地多。那么这样的话，一波小血祭我三没人，有所关受键也，是后面啊虎我啸有还可所以继感，续动，对吧？你他有那所边有察限觉，四，我有这所样直见，接省了我们一手的杀。那么后面的话直接杀，咚咚咚，父哈。亲，为什么？为什么啊？最后的话，桃园结义整体一奶，
所以主视角刚才这一波残局的话，一个血迹带走，后面就轻轻松松虎啸带一波。所以大菜刀到了关键时刻，一旦啊形成残局，那就我们拿到自己的机会啊。这里啊还秀了一把青龙自己摸，大师这个时候跳内其实已经还行，其实啊，但是曹仁呢这边啊不该逃跑啊，不该逃跑。这里啊最后的话我们就不管了啊，他这个曹仁直接逃跑了。其实整个的他当然啊打到这个阶段基本也是奠定了全局的一个局面，对吧？奠定局面，主视角这边肯定是完美的收割。那么最后的话这边啊还拿自己大藤甲血祭自己，漂亮的一波，没有问题。然后再火攻骚包一波，最后这一波操作还是挺溜的啊，挺溜的。曹仁其实不该逃跑啊，这个太玻璃心了。你整体的话这个时候左次不可能动你装备了，所以呢你这个时候尽量就是去压主中的装备哈，主中的装备，对吧？慢慢的打无限，左次毕竟还有一个补益，所以暂时呢左次他自己也能挡住。你曹仁再依靠一些，你比如说主视角这边加一挪给曹仁挪给左次保一下，先保一下要紧，对吧？哎，所以这里啊曹仁太玻璃心了。他作为一个非常能打逆风局的一个武将啊，当然面对菜刀太多的话还是有点困难啊。我们主视角的话这个大菜刀对于曹仁呢其实还是稍微有点克制的。一般情况下这个曹仁呢还是比较无理，但是就怕菜刀啊，就怕菜刀。你像关云平啊、黄忠啊、黄盖啊，对吧？强重的流这个是没有办法的。那么以前我们还出过什么于禁于神将比较克他装备，恶心人的。所以说他这里啊这一局但逃跑的太早啊，逃跑太早。好，我们看一下这一局六号位的一个远位中程，位置很好，方便打输出，而且的话反贼基本不可能来动你配合流血的话也可以打出不错的控牌，或者是一些什么那个刚才郭家是打出了一个无戏啊，反打无戏反贼。那么陆神的话无中生有，加一减一挂旗，南蛮开出来。当然这个南蛮的话先标个中吧，那先标中。那么这一局我们可以看到，一判而言呢郭家啊借郭家其实还是有一点蛋疼的，但是呢这一局反而这个也不行啊，也不行。夏侯惇的话就是那个清简是摸牌阶段外，他这个郭家的借一技呢是摸牌阶段，所以他那个还是摸牌阶段获得的，这个不能清简，不能清简。好，那么左慈刚才啊是刚了一下啊，董无上德。那么主视角顺手来郭家一张逃到手啊，最后的话是奶起一血，最后是留着两杀防御，没有问题。这个时候你基本去打的话也打不出特别多的输出。那么这一局啊主中方面呢就是防御能力啊偏弱一点啊，偏弱一点。你像布置这个地方无疑啊都是非常容易啊被狙击的啊，被狙击的。国家加一木马，那边火攻刷一下牌，杀一刀无意，再来粘土突起来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木马最后走出去清简继续给还回去了哈。得无单行伏笔双举。好，那么现在的话这里啊主攻还算啊，血线没有打压的太低，那边勒布斯鲁贴我们一下，但是他没有距离可以去输出。那边决斗啊，这里看来不够自信啊，手牌一般般啊，手牌一般般，看来是两张闪吧。哦呦，这一下有点蛋疼了哈，顺手杀一刀布置，那边说不敢杀布置啊，确实啊，确实掉一血不太划算。那么野人张飞在此，最后的话再来一刀，主视角桃子肯定是奶啊，哎，但是最后的话还是差一点，无意再来一刀。因为这里的话布置奶回来之后啊有过牌，然后定判呢其实也能形成一些啊，他如果有两张装备，对吧？但是白银的话在我们这儿比较可惜。定判
那边八空距离，最后的话有九再刷一下，最后是弃了八卦啊，再弃牌给刘协啊，给刘协。主视角现在又一轮啊，这个不能行动，那么无意的话直接溃敌百步，直接弃疗了，没有办法了，弃疗没有办法。那这样的话，这个内奸呢，玻璃心又是玻璃心啊。那么最后的话，主视角这边跟主公拿到一个二 v 四，但是这一波二 v 四我们知道其实不虚啊，其实不虚。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直接偷一波入神啊。这样的话，偷完之后啊，其实我们无所谓的啊，不在于伤人哈。那么这样之后的话，直接啊，虽然对面开了一个桃园，但是主视角手里有菊花，然后的话还有闪，这样菊花的话，可能你比如说左慈这个点啊，可能会利用起来，减一啊，减一扒掉有点可惜啊，有点可惜。那么怒送菊花，直接挂起古菊花啊，来。这个打的这个有点，最后还是直接突了过架啊，突了过架没有动伤势那边啊，可能还是防着桃子啊，看来还是对了。最后的话，不过一个九杀还是没能捞回来啊。最后的话再来突一下左慈，长山赵子龙也、啊、最后这里注意南蛮啊，一定不要过于，不要乱放啊，不要乱放。你夏侯惇的话，借夏侯惇啊，他有一个，刚烈判黑就尴尬了，还好判红啊。不过乐不思蜀最后的话，直接杀主公一刀，哈哈，没有再去刷了哈、啊，没有再去刷。这一波粘弩呢，小暴击啊，小暴击。不过就是刚才这个菊花、啊、没有去打左慈，还是有考量的，嗯。就是怕、啊、捞回来之后伤势啊，毕竟还是恶心。打借国家没有问题，毕竟一技的话，这一轮啊，除了他自己，其他人用不了啊。好，那么最后的话打夏侯惇啊，这里很危险，其实啊很危险。这样的话直接硬刚掉了，但是呢还好啊，夏侯惇的话一血，那么主公的话最后再带一刀就行了，再带一刀就行了。丞相中毒，乃唐山赵子龙也。所以这一局的话就是一个日常的啊拿弩配合啊，拿弩配合。下一局看李儒吧。那么七号位打中了啊，主公左慈。那么这里忠臣的话最后是选了一个李儒，这是一个日常的苗场的武将，对吧？那么可以看一下喽。俗人，俗人安得其法，俗人呢、啊哎，这边啊，起手试探，没试探对，结果是跳反。但这种试探我不建议啊，不建议这么试探。一般像这种啊，你贴主的路神啊，或者你主公有距离来一个九杀，可以试探一下，然后随后来一刀九杀，距离，对吧？你这里离得这么远，你又没有距离，你这个杀过拆桥啊，路杀干嘛？就华佗啊，这边是。应该是忠臣啊。那么这边反贼刘协的话，刚才顺手打了一个无懈反贼，那么华佗暂时呢应该来说死不了啊，应该死不了啊。撤，那这一局啊华佗坑爹啊。那么其实他这样坑爹之后的话，反而啊反而的话给我们这边啊留下了机会啊，因为你这里左慈能控到关云平的弃牌，对吧？这样之后的话，那锁锁连环无所谓。一当绝，一当绝。那么主视角这边的话，来顺手，对吧？你能逃得出我的手掌心吗？那么最后扒一下关云平，顺手再来一下锁锁连环带起来。但这个地方啊，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应该解呀、啊！这主公这怕啥，对吧？主公怕啥？直接带起来，郭嘉反正要死哈，郭嘉反正要死。所以说，主公掉两血，你应该来说不虚啊，不虚啊。不过呢，最后啊，整体的话这样就打得比较稳一点，压制住两个一血反贼，刘协也变一血，左慈最后的话，只要一刀就有人头到手，郭柴桥杀一刀，走你不送啊！走你不送，对吧？那这样的话，其实主视角整体呢是作为一个排插流啊，奠定了
那边，那么陆神的话直接收队友人头可以，但是主公不放过nice， 但是这个主公鬼道啊，虽然挂了鬼道，但是没有黑桃，这就有点尴尬。最后的话只能绝笨了，走投无路了。有闪左慈的话还是奇袭火攻了，可以带走。那这样的话基本应该来说啊，胜局到手了。这一局就是一个焚城啊，拉排杀啊，拉排杀。但是我觉得主视角打的还是比较保守，对吧？刚才应该来说啊，锁锁连环通通连起来，通通连起来，不要虚虚啥。嗯，生生不息，源源不绝。好，那么这一局的话基本啊剩下一个陆神呢，不过还打了三分钟啊。信仰呢应该来说还有，那么四叔那基本没有机会了。好，那边的话下家人王盾挂旗，南蛮入侵，生生死死，听频道微妙者，成以其可以转危为安，救亡使存。好，最后的话这边一刀九杀带走啊，带走。好，这一局一般般吧，一般般，只能说还行。好，下一局啊，下一局又是魏延了啊，又是魏延啊。所以的话，这个本来我今天啊在犹豫这一期啊菜刀流要不要出的。但是昨天又没出，今天再不出的话啊，就想了想，还是最后把这些材料啊素材整理了一下，感觉还是有点啊审美疲劳的。好，那么这一局的话，八号位大中，主公的话孙盾直接上来哐击一大刀，啪击主公啊，主视角掉一血。那么二号位宁统啊内反碾，这里的话直接开出一个南蛮杀一刀主公，跳反了啊，跳反了。但是也有可能装身份啊，二号位装身份，对吧？我们这以前说装身份常出的，那么菜鸡反贼啊，撸一刀主攻，借路神又开南蛮，大哥有点溜啊，有点溜。那么主视角这边啊又要掉血，所以从目前的状态来看的话，主视角这个很尴尬的一个点啊，这啊粮草未行啊，先掉了粮血，哎。值班，还好啊，还好，送了一个无限啊 ，Q 点无限，最后的话这样，无限没丢，漂亮，虚火啊，哎，神将，那么那边的话，黄盖啊，这里是直接锁锁，顺手丢了勒布斯鼠，最后呢，他这边应该来说啊，根据前面三反，应该黄盖是反贼啊，反贼。那我们上家贝勒，那么主视角就有行动的机会了。桃子之起，崩凉鞋，南蛮开一波，对吧？日常的一个开大 A 啊，开大 A。你看这样的话，我们掉了凉血啊，直接是三杀啊，三杀，三杀的话杀一下宁统，防骗顺手，锁锁连环。那么这里直接上九骚啊，直接上九骚。一九骚的话，但是主视角呢是肯定是先吸血啊，先吸血，这样的话就能避免这个还不容易铁锁的尴尬啊。最后的话那边是内奸啊，那这样的话徐广啊装了一波身份之后肯定就坑了反了啊，没想到这个铁锁赚了啊，赚了，不能说盖子二逼啊，你这个徐广那边你不能说，你们怎么能这样不讲理啊，这太适合了，我看不起这种人啊！也不看看我是何人。好，最后的话，主视角啊，就是这一波打 A 哈，一个铁锁带一发啊，带一发。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应该来说啊，对吧？剩下主中二 v 二啊，三 v 二啊，应该很轻松了，主攻都不歇，直接吃菜啊，直接吃菜。这一局说老实话，真不能怪黄盖吧？这个很正常的，就是说前面徐黄跳个反，然后他直接撸向两家，对吧？把组织控住。只能说啊，这一局徐黄功不可没。好，最后一局吧。最后一局，主视角六号位忠臣，主攻的话流血。那么这是一局左慈局，但是这一局是快速局，所以的话留下来。一般大家啊，这种左慈啊，像依靠化身啊，当当当当打好久的那种局，我都不收的啊，不收的。所以大家投稿注意一下。那么刘协杀一刀下家农民啊，那么主视角这边啊，回合外先画的旋风，那么暗藏一个小咆哮，对吧？
那么农民的话直接撸刘协啊。那么像这一句啊，貂蝉有点其实有点偏反啊，因为主公空城的话最后还是比较克的啊，比较克杀主吗？那果然啊，果然今为马超偏反，但是他这个马超好像是刘协能那个吧，能天命、啊、好，那边赵云永为忠臣好像是可以的，火攻打一下。那么开局啊，这边反贼啊，其实貂蝉一个核心输出啊被压制啊，会有点蛋疼。秦刚剑再一撸，那我们手里有决斗啊，有可能带一波了啊，有可能带一波。刘协杀一个啊，农民。嗯，略阵为将者，全凭一身硬忠肝毅然。为先之道，飘渺莫测。好，楚之角无中生有，桃子磕一下，上一刀下家，最后的话九骚再来，小咆哮哈，小咆哮。因为前面两钟已经跳了，所以这个咆哮完全没问题。锁锁连环，但这个锁锁连环稍微有点差了。那、啊，你这里肯定先绝嘛？你这个锁锁连环意义在哪？对吧？这个差了，浪费一点啊，浪费一点。你如果刚才啊留着锁锁农民和马超，那得多好啊，那得多好。那么最后这边的话，马超被勒，那么这一局已经，当然农民这个点的话，哎，主公神乐到手，最后的话马超再来拼点一发，再掉血啊，点已经够小了，这没办法，主公更心机啊。那么打到这个阶段，内奸感觉已经跳不动了，已经跳不动了。那边桃子还在保，你保得住吗？哈、啊，主视角这边还续了一张南蛮，要的就是这个时候收割。但是啊，那边南蛮有点问题，就是说主公呢到时候是一血，那么还好利用旋风直接九杀，再来一个南蛮带走，带走西凉。那么这样的话直接勾带，那么最后的话美金可以积极投降了，可以投降了。那么旋风八龙明啊，八赵云，八赵云，最后的话投降。没有办法，这个局势就是主视角这个点呢发展的太快，一波大咆哮直接秒下家，然后决斗收貂蝉，就控马超啊，那边农民的话又被压制了。所以这一局啊，内奸也是不能怪内奸啊，不能怪内奸，只能说主视角这个啊两个神话胜嘛，神话胜。好吧，今天菜刀局就到这里，然后最后的话就谢谢大家，没有特别想说的了。